OK， 搞定。OK， 搞定。这个 ROG 硬碟它有 1.81T 的。OK， 搞定。我们的硬碟有 1.81T 的容量。好，那我们就直接快速的复制刚刚一模一样的档案到我们的硬碟盒里面的 M.2， 看看速度快多少。来，贴上，500枚，哇塞，这样算是几倍？6倍的速度吗？哦，超快，500哦。然后，那 OK， 那我们快速的跑。OK， 那我们 OK， 那我们是的，快速的我们 OK， 快速的我们从 OK， 我们快速的电脑档案传到我们的硬碟盒。那我们现在反过来 ，OK， 那我们快速的把 OK， 那我们完成了把我们电脑的档案传到我们的硬碟盒。那我们现在反过来就是把我们的硬碟盒的档案传到电脑了，看看速度有 OK， 那我们成 OK， 那我们超。OK， 那我们超级快速的把我们的电脑档案传到我们的硬碟盒里面。那现在反过来把硬碟盒资料传到电脑，应该也是非常快速。是。来，贴上。What？什么都看不到，他就传好了，什么2GB。